宜兰头城老街一角，天主堂矗立超过半世纪。神父为了照顾孤苦无依长者，成立圣方济安老院。经过50多年，安老院旧了，不符合法令规定，只好拆除。全新的圣方济安老院正赶工新建。我们没有电梯，我们每次就像抬那个轮椅上去二楼，不是抬下来的，那个就是坐轮椅的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抬，非常的不方便。他们的房间活动空间很小，所以就他说要不嘛就关门，要不嘛你就是要重新改。我有的时候就不跟他们讲，哎，替我剪菜，没有事情做啊，要不然你们聊天，一边聊天一边剪菜，因为有很多的地瓜叶嘛。有时候他们也会跟我抱怨说，叫你说常常吃地瓜叶，我说这个地瓜是你们自己带来的，又不是我，就可以这样子的一个互动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大家都在一起，都是一家的。啊，这是我较早尾仔去的老人院，啊，这厝的顶这是尾仔才阁去。拄来的老人拢带袂掉，拢会偷走。尾仔伊就真习惯啦，感觉这阮这家庭真舒适。搬厝的人嘛是我甲载去，刷去真济位，大家拢嘛足唔甘的啊，唔甘去啊。这老伯伯一直甲我讲，哎呀，我足希望要转来。后尾伊就知影讲，你只有病房的时阵插管的时阵就啊，我就感觉真艰苦啊。分送到不同的机构，有去看的，原本很爱叽叽呱呱的都不讲话，可以猜到他在那里不是那么快乐，难过可是无奈，没有地方去照顾他。只能托给人家照顾，所以就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歉意。这样我们的天父还有在这里的长者们，请你们为我们转求，让我们的工程，让我们的工作都很顺利，也让接受我们服务的长者们如同你们一样的快乐。就这样啦，不哩工程哩哩啊！大家拢阿伯啊、阿姐啊、啊，拢啊，那早起起来拢哦，都真闹热啦。本来唔敢啊，我带我离开。哎，别过来了。你啥人？阿朱。哦，你阿叔啊。端午节前，朱兄女带着长者们喜欢吃的粽子和零嘴来探望，并且准备跟他们报告重建工程的最新进度。新历的12月25日，我来落成典礼。你要回去无？真想要回。正是这样的一份情感与承诺，在面对漫长而艰辛的筹建之路，也要让长者回到温暖且熟悉的新家。